心的職員，我們後面有社工團隊，有護士團隊。咁社工同佢哋了解之後咧，知道啊，你婆婆其實係長期有好大嘅精神壓力。咁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長輩。除此之外咧，有啲家居安全咧，又係兩個都係我哋嘅初心嚟嘅。其實你有乜嘢係一定要嘅啫？你冇嘅其實你生下嚟嗰陣時咧，赤條條，你走又赤條條，你擁有咁多做咩啫？係你擁有咁多，所以我同啲朋友就係、是、即係我嘅平台朋友。一定要記住，不要人在天堂，錢在銀行。我認識很多人是這樣的。現在今天就是告訴你，如果你退休，你有三大鐵律是投資的。第一，你的錢不能夠不見。再說一次，你的錢不能夠不見，因為那些叫長壽金也好，棺材本也好，是給你一個安心，直至到離世。所以你是不能夠不見的，所以你的投資一定要 make sure 啲錢不會不見。擔心的人呢，健康一定不好的，因為你個人不快樂不安心呢，任何醫療的調查都說呢，這個人呢是不會健康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你太多嘢擔心的時候呢，你的免疫能力會低，會砌你的病菌。第三，你的投資呢不要令到你煩。好了，仲有咧就系记住，如果你退休之后咧，你唔好追求发达，因为你要发咧，神早发咗噶啦。你唔会退休之后突然间发达嘅，系嘛？同埋发达对你系冇意思嘅，你记住，即系人生咧唔系发达最大有意思，系你有足够嘅钱，我哋叫做财务自由，去过你个正常嘅余生就够啦。